你们打排位感觉我操，怎么不是人打打打人都是瞬秒的，要不然就是提前枪的，要不然就是干嘛的？真的，这种的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你看我在一楼，一楼一个。别给 Q， 给 Q 了，撇了。人呢？人呢？房顶，房顶。你妈，这导管是挂。这是什么肉？很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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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远。闪现他队友可能也是挂。妈，原皮的，我上来就拿 P20敲我的头。给你 Q 了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我感觉要跑，可能。不能给他跑，我要追他。他那个这导管是挂。是挂原皮机器人，就看我呢。武器破甲。在哪？机械标，没打电，没打电。原皮机器人，我看那个导管拿个 P20就把皮特头点破了，我操！操，真太可怕了！我那个一上去，我一爬墙，立马被他遭受攻击。排位不是人。2020的神爬。抓鬼行动，抓到一个鬼。抓鬼。抓到一个鬼。抓到三只。得升升级了，我操！要不然都是被鬼抓了。抓到一个。我就说嘛，问什么水平，什么说？变得这么厉害，会有问题？我不信。谁打你啊？问题啊，我感觉是问题。哎，我也感觉有点。谁打你啊？打你这么痛，这么远，在哪里有枪声都没听见？谁？在上面。我操，这么厉害吗？两枪打头啊！那个伤害，我操，寡来了。走吧，要不？走吧。抓鬼行动，抓鬼行动，咱们还要抓吗？还是要躲鬼？先躲鬼吧。我觉得进去。孙子兵法，孙子兵法，先当孙子后当爷。行，躲鬼，躲鬼，鬼来了，快跑！鬼抓人了，快走。你让你开个门走出去看一下。我给你 Q， 我给你 Q， 我给你架枪。行，走了是吧？能不能他来造？我是造完了的。我操！说嘛，在这，在这，一个人爬过来，爬过来，爬过来，哪个地方？这是，杀到，杀到，啊，蓝甲，两个人、啊，我操，再来一个大的了，我操，黑墙开始，我能拉人，我能拉人，没事，我给大了，他应该得拆我大招才能过来，谁走了？他想放我们一条生路，应该是，为啥？我不知道。你不要把他们想得太善良，我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人性本善，他是善良的，他只不过是想他是人，他是人。我跟你说，他只是想给我们一个教训，你懂吧？他告诉我们一句名言，就是“菜就多练”，你懂吗？他来跟我们讲这句话，不要自以为自己很厉害，菜就多练。我感受到他的深切含义了，谢谢前辈指导。这有人，这有人，这有人，他位置很烂。大马路上的完了，挂来了，他没明白这个意思，兄弟，我得防守了，我根本走不了。我该怎么办？有线吗？挂在哪里啊？挂就刚我们下来的那儿。有线吗？来来来一根。我操，什么东西？我操！啊！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，我拜拜。来了吗？快跑！应该来了吧。来我来表演一首，我随时拉我。我没有你这个儿子。我操我操！别 Q 别 Q！ 我操！快跑！我啊，参数不够。我们要不要去这个口里边？这有人啊！怎么办？我们这地方他参数不够啊！他参数不够啊！把这个大佬，把这个对干了！来！我都没看人，这队也怪吗？妈都是怪啊！
我操，他这个打墙壁啊！能打吗？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标个点。七八。好了呢，说是啊。我操，他是不是有挂呀？有透啊？这能跑啊？吃毒了吗？离谱，吃毒了。这能跑啊？不知道在干嘛。我不理解。不懂他们在玩什么。真吃毒了吗？吃毒跑的。没有好人了。操他妈全是透哎！咱们就说吧，这排位他妈比赛还厉害。哎，我要死了！就挂碎甲，打他一百！你妈的，我老子今天不把你杀了！我操！就你给他狂是吧？就你他妈有开！对，电到他了，电了三十，电三十，电三十路，电三十路，给他爆了，给他爆了！他应急了，你别急，我加到了，我加到。我操！我电了他三十路，他大电打起来了，没事，我这地方可以拉，很安全。他这样怎么样？很安全。好，来拉一个。我操的！拉一下。喂，怎么没人管我？我操，难受死了！先把挂他妈给杀了！记住我们的 ID， 我叫做我是你爹。我叫做我是你爹。不够手你别来，是你爹不够手别来，废物。有点追女孩那感觉了，老是被忽略，兄弟。我不得了，他妈的杀了我操！狠狠的羞辱，按在地上摩擦摩擦摩擦，操！就这水平，就这。恋爱了，家人们。我上点看一下，扫地的他还有个挂队友。我这边有个毒狼，在这个道里，地道里。过来，三个人。这。咱们得只能要一边啊。杀他。跑那儿去了。我猜他。有戏吗？没戏。炸二十六蓝甲，紫甲炸七十一，炸包甲。还在这吧。脚下。我的妈！再电，一直在电。我操！这人外挂来的，这人。我操！你是我爹！我操！你妈！我说的怎么能这么打我呀？一件 SG， 我操，这逼真他妈傻波一啊！哟，我说呢，菜就多练呗，我太菜了，终究是没人打过他。我操，另一队，我操，要我。我操，他被另一个挂锁死了，咱们这把好多挂呀！哈哈哈。